那今年恰逢是中日韩合作启动的25周年，中国贸促会、中国国际商会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，利用好中日韩工商分会，还有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这样的重要平台和活动，推动三国在电子、汽车、化工、纺织领域加深合作，同时深挖在供应链管理、智能制造这些领域的巨大的潜力。我们相信啊，三国工商界只要能够携手共进，必将为三国经贸合作创造更加辉煌的成果，也为三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福祉。